今日我会教大家整炸弹，不过是食得的炸弹，牛油果烟肉炸弹。炸嘢最怕就是辣亲。而乐信牌 IH 电磁炉有防滑点纹同过热切断电源设计，咁就可以安心整炸弹啦。首先我哋预备溏心蛋，煲一锅热水，水的份量要盖过鸡蛋，水滚之后放入鸡蛋煮六分钟，将鸡蛋捞起，再放入冰水里面降温后剥壳。牛油果切半去匀，用匙羹将牛油果肉取出，中间的捞要足够放入鸡蛋，有需要的话可以过刮多少少牛油果肉，跟住将鸡蛋放入牛油果入边，再盖上另一半的牛油果，用煎肉片包住，有需要的话再可以用牙签固定。跟住我哋将油加入锅，再揿 One Touch 油炸模式，咁就帮你控制到油温温度，炸嘢好 easy。油热之后再放入牛油果，炸到烟肉香脆。跟住我哋撒上黑椒，拌沙拉菜一齐食。一个炸弹有三重的口感，香脆的烟肉、creamy 的牛油果同埋香浓的蛋香。如果想吃得再邪恶啲嘅朋友，仲可以将蛋转做芝士添咧。